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经典中记载，佛若灭后三天，阿难尊者到王舍城参加集结经典，阿难还未正果，被排斥在外，阿难尊者于是发奋修行，于半夜中证阿罗汉果，但在弥陀经中啊，十六位上首啊，包括阿难尊者，都是大阿罗汉。引擎开始，阿难不但是大阿罗汉，佛菩萨再来实现的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所谓是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啊，啊，这一尊佛原成熟了，到这个地方来示现作佛教化众生，啊，那有很多的影响众，这影响众里面很多都是古佛化身菩萨再来的，啊，这大乘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他们这些人，这外现声闻身，内密菩萨心啊，啊，佛要不给我们说穿，没人知道啊，啊，必须到自己破一分无明，正一分化身了，哦，他们的底细你就清楚就明白了，啊，都是有共同的这个因缘，同愿同行的来教化众生。